小朋友们好，我是小佩老师。今天是我们第五次见面啦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到学校，只能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继续见面。这样呢，小朋友你们在家有没有记得勤洗手、多喝水呢？都有对不对？大家都好棒哦。这样子你们还记得我教的是什么吗？对了，我教的是华文，所以呢，现在我要你们拿出你们的华文课本，就是这一本。OK， 上面写着 Module 7 Level 14的这一本，还有呢，我要你们帮我准备一支铅笔，待会我们需要用到。OK， 小朋友，你们还记得我们上个星期学的是什么吗？对了，我们上个星期学的是唐诗，这一页对不对？唐诗，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复习读一次，好不好 ？OK， 天门中断楚江开，碧水东流至此回。两岸青山相对处，孤帆一片日边来。 OK， 你们还记得吗？所以呢，你们在家多多复习啊。 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打开第25页。 OK， 这一页25页。 OK， 我们现在就一起手指比一，然后一起来读课文好不好？单元五，变。单元五，变。 OK， 我们就一起读下面了。风来了，风来了，我就变成一只小发夹，一只小发夹，夹住，夹住奶奶凌乱的头发，奶奶凌乱的头发。雨来了，雨来了，我就变成一双小雨鞋，一双小雨鞋，让妈妈不用害怕路滑，不用害怕路滑。太阳出来了，我就变成鸭子帽，为爸爸遮阳光，不怕晒，遮阳光不怕晒。月亮出来了，我就变成小星星，一起为大地放光明。 OK， 小朋友，他第一句说呢，风来了，我就变成一只小发夹，夹住奶奶凌乱的头发。当风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头发就很乱很乱很乱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作者就说呢，如果风来了，我就用那个小发夹把爸爸阿妈的头发这样子跟它并住，这样子奶奶的头发就不会乱乱了。 OK， 雨来了，我就变成一双小雨鞋，让妈妈不用害怕路滑啊。如果呢，在下雨天的时候啊，还想要变成小雨鞋，就是雨鞋，然后呢让妈妈不用害怕路滑，是因为呢她害怕如果在下雨天的时候呢，妈妈很容易会滑倒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了小雨鞋呢，妈妈就不会那么容易滑倒。太阳出来了，我就变成鸭子嘛，为爸爸遮阳光，不怕晒。 OK，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很晒很晒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她就说我想要变成那个鸭子帽，为爸爸挡住那个阳光，这样子哦，爸爸才不会热。OK， 月亮出来了，我就变成小星星，一起为大地放光明。啊，当月亮升出来的时候，他想要变成天空的小星星，然后呢，一起跟太阳把那个大地照得亮亮的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一个再告诉我们呢，这个作者呢，他非常的有爱心，然后他想要保护他的家人，想要找这个就是行四字。行四字，连一连，连一连。所以呢，小朋友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第一个字，发，发，头发的发。OK， 你们看到吗？那个老师圈起来的地方呢，跟我下一个要讲的字是一样的哦。OK， 这个字呢就是有，有朋友的有，朋友的有。OK， 你们有看到吗？他们的下面是一样的，有没有？我跟他圈起的地方是一样的。OK， 这个就是形式字。OK， 就是一样的字。OK，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第二个字，怕，怕。你们看老师把哪里圈起来的呢？
OK， 就是这里，老师把这个白字圈起来了。还有呢，你们看在旁边呢，哪里一个字有白字呢？啊，答对了，就是它。拍手的拍，拍手的拍。OK，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字，跟着老师一起念明，明天的明，明。OK， 你们看老师把什么字圈起来了？对，是月，月亮的月。OK， 哪里一个字跟它一样呢？对了，就是朋友的朋，朋友的朋。OK， 下一个呢，我们一起来看，是哪里呢？对了，那个亮的上面，对不对？点横，然后有一个口在那一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另外一个呢，在哪里？答对了，就是高兴的高，高兴的高。OK， 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是什么呢？住，住。OK， 你看我把什么东西圈起来了？主，主。OK， 现在我们来看他的朋友在哪里？对了，就是那个粉红色的格子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注意的注，注意的注。所以我也把他的那一个字跟他圈起来了。小朋友，这样子呢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一题。OK， 你们看，它跟它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老师把它连线在一起。小朋友，所以现在呢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啊，这些你们都圈起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要你们帮我找他们的一样的朋友，然后跟它连线起来，跟它连线起来。OK， 现在我们就一起看下一页。现在我们一起打开27页了，对不对？27页。图里有几个戴着鸭舌帽的人？图里有几个戴着鸭舌帽的人 ？OK， 小朋友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数一数。OK， 第一个是谁呢？哎，我们一起来看，我们找那个最高的那个。OK， 跟他圈起来，一个，然后呢？还有呢？对了，两个，还有呢？三个，还有呢？四个。还有呢？五个，还有吗？小朋友，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总共有几个呢？我们一起数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有五个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现在我要你们在那个白色的格子里面写上五、五、五。OK， 现在我们就一起翻开下一页。OK， 小朋友，现在一起打开第28页，跟着老师一起念上面那个字变。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上的主题变。OK， 现在我们看下面那里有很多个图片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图。啊，我们顺着第一个的箭头讲啊。OK， 他说风来了，我要变成一只小发夹，为谁秉烛夹着头发呢？啊，为奶奶夹着凌乱的头发，奶奶。OK， 第二个图呢，他说下雨了，我想变成一双小雨鞋。为什么他要变成小雨鞋？对了，就是让妈妈不用害怕滑倒，让妈妈不怕害怕滑倒。OK， 第三个图呢，他说太阳出来了，我要变成鸭嘴帽，为谁遮风？哎，为谁遮阳呢？啊，为爸爸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呢，爸爸就不必害怕，给太阳晒得热热的。OK， 最后呢，啊，月亮出来了，我要变成小星星，一起和月亮把大地放光明。OK， 你看啦，他说呢，还要跟月亮一样把。跟星星，然后变成星星，陪着月亮一起把那个大地放光明。OK， 现在我们就一起看下一页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打开第29页，一起看第一题。为什么我要变成发夹？为什么我要变成发夹？啊，因为呢，风会把奶奶的头发吹得凌乱。风会把奶奶的头发吹得凌乱。OK，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第二题。我什么时候要变成小雨鞋？我什么时候要变成小雨鞋 ？OK， 第二题的答案就是下雨时，因为害怕妈妈走路时会跌倒。下雨时，啊，因为害怕妈妈走路时会滑倒。
OK， 下我们看第三次题，鸭子帽有什么用处？鸭子帽有什么用处呢？啊，可以用来遮挡阳光，不怕晒。可以用来遮挡阳光，不怕晒。OK， 现在第四题呢？你想变成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想变成什么？为什么 ？OK， 这一题呢，小朋友，我要你们动动你们的脑筋，想一想你们想要变成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变成那样东西 ？OK， 现在我们就一起看下一页，三十页。今天我们要上的主题就是变。OK， 这个就是精益图。精益图要怎么看呢？啊，精益图呢，我们要跟着彩虹的颜色循环看过去。OK， 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样看啊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红色那一条线，它指着什么呢？对了，它指着小金的发夹，小金的发夹，夹。发夹的夹 ，OK， 你们看这里有一个紫色的发夹，对不对？跟着老师一起念夹，夹，夹 ，OK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橙色，对不对？你们看小金的身体是什么形状呢？对了，是一个零，对不对？是一个圆形的零，零，跟着老师一起念零 ，OK。你们看有一个冰卡乐的零跑出来了。啊，这个字呢就是零，跟着老师一起念零，零。你看小金的脚下有什么东西？有水，对不对？水呢会怎样呢？如果踩到水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滑，滑，滑。那你们看这个姐姐呢，手上拿着一杯水，她不小心踩在地上的水，然后滑倒了，滑倒的滑，滑。OK， 你们看小金的手上拿着什么？拿着一把扇子，拿着一把雨伞，对不对？拿着一把雨伞，他在怎样遮遮遮 ？OK， 下雨的时候我们就要用雨伞，对不对？来遮遮雨，遮雨的遮遮遮。OK， 你们看小金的眼睛戴着什么呢？戴着墨镜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他戴着墨镜？因为非常的晒，太阳把他晒得非常的热，所以你们看那里有一粒小太阳在做什么？哎呦，很热很热很热，在擦汗，对不对？还戴着眼镜，戴着墨镜，所以呢，他感觉到非常的晒。OK， 这个你们看，哦，小星的头上有一颗什么？有一颗星星，对不对？啊，星星的星。星星的星，你看有一颗星星跑出来呀！哎，这个就是星星的星，星星的星。OK， 所以呢，今天精益图我们学了六个字，分别就是第一个字就是夹，夹，夹，夹。OK， 第二个字呢就是零，零，零。第三个字呢就是滑，滑，滑。第四个字呢就是遮。遮遮，第五个字呢就是晒晒晒，第六个字就是星星星。这呢，我要你们画，拿出一张 A4 paper， 然后画一画你想变的。OK， 为什么你想要变成什么呢？啊，你们有些会想要变成 Iron Man， 对不对？变成 Iron Man， 然后呢？为什么你们要变成 Iron Man？ 为什么你们要变成 Iron Man 呢，小朋友？啊，用你们的脑袋想一想，你们想要变成什么，然后为什么，画出来给我看一下，你们想要变成什么，然后告诉我为什么你们要变成他。OK？ 来，小朋友，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，记得喝多多水，拜拜。